青玉令。你要出府？嗯，那你可以借我吗？看你表现。怎么样才算表现好呢？裕王，门外有个侍女，说是有请钟侍卫出去，属下本已拒了，但他却说是钟侍卫的好友，来致谢的。见。不见。带人去梅院候着吧。是。什么表情你？好似一副被人抢了媳妇的委屈样。您最近老是做些荒唐事。臣觉得不太好。明主贤王做的久了，我很享受这难得的荒唐。臣不会再把衣服借给您了。如果裕王喜欢这套衣服，那就让琼林窟再做一套。我就偏喜欢你这一套。看，回鹘王倾整族之力，就造了这两把弓。一把送来了我这儿，一把送入了景王府。怎么突然说起这个？我拿着宝弓换你衣裳还不成？玉皇这……行了，别再说了。如今回鹘整族将我与景王视若同等，可见这朝局的异象。我赐你弓箭，授你权柄，你可莫要辜负啊！这一路切记要紧随太妃。必要时，可以探探他的虚实。哎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司院局的侍卫如此不济，竟让你这般出入自由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还能好好说话吗？你把我安排的太医都赶走了，我都喝出鼻血了，火太大了。哎，钟侍卫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帮你做条烙子吧。太土。那绣个荷包，团纹麒麟兽那种。太俗。你成心的吧？我有求于人，姿态要低，态度要好，要虔诚，要乖顺。嗯，周侍卫。不烫了，你喝。太医给你开了什么药啊？把你喝成这副德行。你，我这不是来谢你的救命之恩吗？自然态度要好啊。嗯，说正题。上回你自己说，我若是表现好了，你就借我金玉令吧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钟离，好侍卫。你就行行好，给个机会让我表现一下吧。表现一下。嗯。天气炎热，你感觉到一丝凉意了吗，阿离？好好说话，别乱取名字。你之前不也叫我阿吉吗？哎，你就说凉不凉快？没觉得，继续扇。舒服吧？往左一点，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一点。还往下呀？
钟离，钟侍卫，钟大魔王，总算睡了。怎么样，我也算表现好了吧？所以拿走它也是赏赐。你可不要生气哦，你睡这么香，我就不叫醒你啦。到手，赠你，哦不，赠戴之恩，永生难忘。来日你讨老婆的时候，我再给你封红喜带吧。给我封个红喜带，真是蠢得可爱。李成海，玉王，给本王拿条腰带来。是。多深啊！我跳下去不会死吧？黑面，全皇远征，谁能跑了？竟然还能伸出翅膀跑了不成？横竖都是死，不管了，赌一把。是你？姑姑，没人，没人便守着，等太妃亲临至此，自有发落。是。你能拿开吗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。哎，不会是我刚扔的石头吧？不然呢？难不成是我自己撞的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该是我来问你。我是来找一……找什么？我没找什么，没什么。仪表，他也是来找仪表的。我找不到路回家。又平，没有，你放开我！你不也在这儿吗？用这种眼神看我做什么呀？我若是图谋不轨的话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枉我信你护你，你就这样报答我的？谁派你来的？要你管！你敢打我？你恶人先告状！明明是你先欺负我这个弱小女子的。从你骗我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该死！你这个人翻脸如翻书，简直喜怒无常！给你些好颜色，你便猖狂至此，敢在府中肆意摆弄阴私之计，你是觉得我真没办法惩治你？你谁派你来的？锦芒还是文不清？你若肯招供，我尚可恕你无罪。我是膳房的张师傅派我来的，找前朝的食谱。满口谎言，抗命逃婚，欺上瞒下，好一个司院局的侍女，你到底是谁？我糟了，他是不是知道什么？难道真的如钟离所说，一直以来都是景王的算计吗？说实话，别骗我。我好疼，你先放开我吧，我告诉你便是了。誉王的侍卫，他们不会想要陷害小师傅和父亲吧？说，我跟锦王是有交情，但我真的不是他们的人啊！我也不想留在府里，这些日子我一直想跑来着。啊，你也知道那个命批的事被我办砸了，王妃娘娘担心，
所以就想着派我来讨好你，对吧？是玉今晚，是玉王派我来的，他要我来寻先王妃的遗物，所以我才会在这儿。够了，你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我还没说完呢。天下没有人比我更懂亲王，你的说辞就留在黄天路上跟鬼差说吧。你杀呀，你杀，你杀。找死。好歹也把火折子留给我呀，这又黑又冷的，我怕是活不过今夜了。仪表，仪表。真的关乎王妃娘娘的安危。谁啊？抓住！你们当侍卫的都这么喜欢把人当沙包丢吗？你也配为人？狐狸尾巴露着，当旁人都瞎不成？阴阳怪气做什么呀？是钟离让你来救我的吗？是。算他有良心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禁地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去南疆学媚术，学会了好勾引欲望，再把你们这群侍卫杀干净。哼。这样的梦，这不会也成真吧？